谢谢。才刚八点，邮局内就坐得满满满，民众热到拿起扇子狂扇，他们全是来领三倍券。今天是几点来的？七点半啊，我朋友叫我早一点来啊。现在比较少了，嗯，我第一天看到，哇塞，摆到那边去，哦，好多，啊，我以为是今天来比较少，哎，也是很多啊。三倍券开领一周多，人潮还是不减。新北市永和邮局9点开门，不到20分钟就发出约100张号码牌，人流迅速疏解。统计到25号，全台共卖出640万份三倍券，但反观开放兑领第三天，却没见到半个人影。7月23号开始兑领的当天，数目比较多，来领的人数比较多，第二天就明显的减少。那今天目前为止还没有兑领的人。邮局工作人员说，不少摊贩业者为了不想身上存放太多三倍券，因此23号开放兑领第一天就来兑现，截至25号兑领金额已经来到24亿7194万6400元。接下来碰上假日，兑领金额恐飙高额数字。记者彭以德、林恩如 SNG 小组新北报道。